就跟着他们开始擀皮儿，就开始练习。这一辈子就爱擀皮儿，这包的慢，啊，包的反而慢。哦，是吗？因为净擀皮了。嗯、对对对。刚开始学的时候，可以把馅稍微放的少一点，对对，也有放少一点馅，待会儿我先不做了，我后来做。我看我还是差了。我弄点软面，然后给它包一个锅贴。哇，每次我都要做蒸一烙一个锅贴。锅贴。